这个国家已经全面陷入了危机，我们侨民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危害。没有联合国的允许，我方作战禁止建筑工地。冷风，你要去的华子工厂还有一部分我国的援非工作人员。 我们只能等你18小时。他们现在已经雇佣了欧洲价最高的雇佣兵，也许送死了。Wolf Warrior。 战狼中队，冷锋，晚上好。